伽罗，你怎么？啊，不妨碍。伽罗性格如此独特，不管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患，死亦同学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 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好，家人安康。伽罗，我多希望，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，花甲之年的时候，还能像今日这样，你牵着我。 我牵着你，一起走下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那你为何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呢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。 的事就只有这一件吗？啊，还有何事？望夫人指点一二。你最对不起我的，就是怀疑我。我与宇文邕之间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，大夫说了，你可不能再动气了，此事错在我。走开，走开。伽罗，你莫再生气了好不好？你每次同我生气，我顿觉呼吸不畅。 我觉得心跳都要骤停了，啊，伽罗，伽罗，我不行了，救我！